真正袂堪要饲，咱莫安尼吼。来，我即下阁大家来看一寡吼，即历史上吼，讲有一个关公啦，关公伫遮嘛，去毒枪射着，吼、哦，伊伫遮咧惊奇，啥伊来惊奇？因为吼，伊个手去毒箭射着，迄毒箭吼，来挂肉、刻骨、刻骨，伊为着伊是武将嘛，足勇敢个，袂使言痛。武将不能言痛，所以用驚奇来給你看說，哇、哦、這個關公是這樣，真勇敢。哇、哦、對方哦，一個文官，你看這個文官穿的就是文服，哦，文官在那看他驚奇，啊，這驚奇的中間哦，哇、哦、表示鎮靜，表示不聽，但是你看，這個文官不敢看他，因為他看下去，見笑死，聽到這樣，整面流汗，整嘴流汗，連胡手上頭也都流汗，你看吼、哦，这足疼的，足疼的。伊边有一个医生，足伟大医生。有的人讲是华佗啦，吼，有的人讲是扁鹊啦，不管啦，总是有人咧甲刻骨的故事啦，这拢故事啦，拢假啦，吼，拢是假啦。三皇五帝本来就是假，啊，连关公这嘛是假。那有真正讲在咧刻骨，迄疼甲爱白叫无？咱今仔日医学已经唔是古早这种医学，咱今仔医学是啥？咱今仔医学是，你若要开刀，请你来找医生。医生会甲你注麻醉下，麻醉针注落去，你再来甲切骨，你再来甲开刀，这是进步啦。我慢慢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向阵啊无麻醉术，边个那着枪、着枪、着刀，会疼呢。啊，向阵来开刀的时安怎从你讲？用酒甲灌，灌到血茫茫。咱人若食酒食茫吼，虽然会疼，但是迄敢那咧困的啊，疼敢那咧做梦。啊，有时真正醉茫茫，敢那死的，在你挂，在你挂，哦，所以迄款情形下面，检查会使开刀啦，吼、哦，这是予咱知影，咱今仔日绝对唔用即款粗鲁的方法，咱都要用现代医学，甲你消毒，消毒清气了，我来消毒吼，都要用迄、那個、哦无刺激的药店消毒了，搁用迄个95%的酒精伫咱的表皮外口。当伤口袂使，伤口买洗买刺激吼，甲你切落清气了，再用迄无菌的中单，甲你扛起来呢，迄有空的呢，啊扛得了，哦，啊伫无菌的这范围内底，医生爱戴手套，啊要戴手套之前爱刷手，手内底细菌连肩胛旁、连迄个肩头旁拢总爱刷，刷甲清气清气了，再使甲你手术，啊嘛来戴口罩，啊戴迄个帽子。连咱的吼头毛拢袂使落来，伫即款无菌的状态来甲你开刀，注麻下，咱无要亲像关公安尼去用创甲安尼，规面流汗，规嘴流烂，迄袂看口咧吼。所以医学有进步，咱过来看。伫个台湾的医学，有一个所在，甲世界的医学同款，拢总伫迄个精灵时代，哦，拢总。你看台湾的民俗信仰内底，予咱的治疗，人若破病，袂好哦，伊33.1%去算命，21.5%去抽签卜卦，看风水的8.9%，安太岁27.2%，解运的6.1%，受惊的哦，某人无多只去受惊，受惊25.2%，哦，啊嘛有去找当机的2.4%。进香的15.9%，安胎神3.3%，看梦的1.2%。啊，这个图吼、哦，要大家看啥？看讲咱人哪里破病吼？古早唔知讲破病自然好啊，咱70%-80%的病拢嘛是病毒感染嘛。咱所谓的感冒就对啦，感冒拢是 virus， 这个病毒，你都抵抗力好，伊就会好啊，因为你的免疫系统啦好吼。经过一礼拜，一礼拜了，你病毒、你的淋巴球造出来，你的中性球造出来，你大单核细胞变成吞噬细胞来给你清除战场。人就好啊，三五天一礼拜，和你流行性感冒较艰苦，慢两礼拜就好啊。好啦，这人抵抗力也较歹，和你三礼拜好不？拢好啊啦，迄自然好的呢。咱即卖医学足阿萨利嘛真 clear cut。甲你讲，几工会好，未超过，若超过就问题啊，超过就表示啥？继发感染 ，secondary infection，secondary infection 意思就是讲，继发，继
继承哦，继续发作，诶，这种感染，你本来是感冒尔，那知你抵抗力无好，你无抵抗力的时，细菌趁虚而入，迄、那个细菌，互你得着肺炎，葡萄球菌肺炎，肺炎双球菌肺炎，链球菌肺炎，嘿，不敢看的病都造出来呢，这个表示啥？足侪病拢都是来自于继发感染。迄个时阵，咱今仔日足简单呢，抗生素。高煞无呢？高煞无在靠啥？靠抵抗力，靠你的免疫力。所以，就算是细菌感染，你的免疫力好，你煮的蛮好，是会拖啦。所以，伫咧拖的中间，你会发烧，你就产生胃寒、伤寒论。哦，迄高煞有一个医学家，叫做张景仲。哦，伊来做这个伤寒论，啊，这吼、哦。嘛有啥物《黄帝内经》啊，有诶无诶吼？诶、欸，迄就是草药医学演变起来，伊用占命来甲你看病。啊，这个占命看病吼，都进入学问咯。因为这是啥？这是一种诶贴合呢。因为咱两个病讲甲你分做阴阳、表里、虚实、寒热，分成八纲来甲你诊断你的病。咱有五脏六腑，哪五脏？有肝、心、脾、肺、肾。哦啊。六腑咧，肝、胆、心、小肠、脾跟胃、肾跟膀胱，哦，啊个肺跟大肠，哎、欸，来对讲，过来冲着心包经来对三焦经，哎、欸，大概讲十二经络，嚯、哦，啊，这就是经络学嘛，哎、欸，把咱的五脏六腑变作一种的行气，这是阮现代医学当然是袂使安尼讲啦，因为今仔医学爱实证医学，但是古早只有这个方法。用阴阳五行配上天干地支，啥是天干？天干就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。地支是啥？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。哎、欸，啊，这个配上青赤黄白黑，因为咱人的吼破病，身躯显现出来迄个颜色，讲嘛代表你啥物病呢？啊，佮你讲话的声音，宫商角徵羽，哎、欸，哆来咪发嗦，你嘛会使。表示无共款的病呢，吼、哦，迄中间佫会配上啊，咱的迄款木火土金水，叫做五行。五行木火土金水佮破病有啥关系？但是人甲你讲个头头是道，哦，所以这物件啦排列组合起来都是啥？都是紫微斗数迄个命盘。咱人咧看病，讲较白就是咧算命啦，无医学啦。伫迄个年代，只要你敢算命，你敢我袂讲，卖讲我袂讲，伊毛一套哦。像张医师拄仔讲的遐物件，袂使字字唔对呢。啊，迄中间甲你占命啊，寸关尺，你的命吼，内底有寸脉、关脉、尺脉，三支针头啊，点落去，哦，你三的三次方，27种脉象，白天唱对拢有啦。其他些医学术士甲咱讲都唔免讲甲遐复杂嘛，无影啦。哦，咱有效的有效，无效嘛是无效，无需要。啊，但是迄个时阵，装作神秘，神秘会趁钱啊。做心病，你也讲讲啊！你若讲破病，我都来，我去，我庙公吼会晓甲你扎咩？扎啥？扎你若讲的衫，你若讲迄领衫正起来吼，嘿。